其实我们看到了，就是我们战友们他其实我们聚起来是一个力量，但是我们散开也是一个力量。就是散开的时候，反而是更多的可以触及到更多的从各个火车站出口入口，然后来过往的行人们啊。然后其实今天我们说是有一个先生要给5块钱捐款，您是怎么说的？没有，我就在这里，有一个白人的老先生突然过来递钱给我啊，我说谢谢，我们不需要捐款啊，他很愣了一下，要把钱收回去了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感动，我跟他马上我跟他说，我说非常感谢啊，虽然我们不收钱，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，因为我觉得这不仅仅是5块钱，它代表的是一份支持啊，然后呢一份这个应该也是一份感谢吧，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所以说很意外，但是觉着他可能也很意外吧，他可能很少遇到就是不收钱的这种组织啊，这样子嗯。对对对，谢谢啊！对，我们这边有很多人过来，他说你们在这里抗议的，那你们是想要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们只是想传播我们的抗议诉求，我们只是想揭露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。他们就感觉非常的了不起，对。